上个月24号视频中的鸡冠细身刺锹甲已经羽化成虫了。这是一种小型锹形虫，基本上上岭以后可以一背到底，不用中途更换饲料，非常好养的一种国产小型锹甲，就是有点神经质，一碰它反应比较大，这也是多数细身刺锹甲的一个共性。